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翻到嚟 Pokemon 呢一个嘅 TCG 卡店嘅模拟器啊，咁计上一次啦，我啊玩咗大概两日啦，咁啊发现少少问题嘅，咁然之后咧今集啦就做咗少少嘅一啲嘢更新啦，咁啊睇下 O 唔 OK 啦，咁啊门内一如既往都系呢啲有啲吉伤啦 ，OK， 我想睇下个副屏系啲咩喎，喂，之前有个副屏有啲咩问题副屏啊，好干净铺头，咁一定啦，啲垃圾抌晒出铺头出面啊嘛。好，我哋试下开一张睇下先。嗱，一次我可以即刻收晒五张，跟住我哋可以打开。咁而家你见到快咗好多嘅，咁同埋咧，只要开到十蚊嘅卡咧，佢就会停低嘅。我开唔到十蚊嘅卡喎，哇，蚀到不得了喎！哎，有张四蚊，嗱 ，OK， 哇，咁快开晒，睇下开卡包就系一个咁用钱嘅一个嘅玩意嚟嘅。搞四蚊好，哇！大户啊，好多人买卡。OK， 好，我又嚟开一开。哇！呢个速度快到咧，我又可以较快少少嘅再。其实呢个速度都，咦？佢有张超过十八蚊，我因为我较咗二十啊，我哋试下较快少少。哇！佢已经。超快啊！依家有张五蚊，我见到好有人要买卡，做翻我哋本行先。就咩啊？五四个半，四个半，好搞掂。想加下啲卡先，想加啲平嘢俾人买啦。因为我哋要做任务啊嘛，我哋要做任务，所以平想啲平嘢俾人买。阴公咯，冇人同你玩啊。OK， 咁我哋开住卡先，唔好讲咁多。好廿蚊啊！哎呀，张十八蚊，三蚊，哇好渣啲牌，啲牌好渣，冇张超过二十喎，阴公啦！好，三十蚊，好收齐三十。跟住我哋买一买呢一个啦，因为佢而家开咗呢一个稀有卡包啦，我哋系时候要试下呢个稀有卡包啦。咁但系因为稀有卡包依家系卖七十几蚊，所以我哋而家未有钱住。开卡系真系一个好爽快嘅一个活动嚟嘅，系咁开系咁开，但系开卡其实系大机会会蚀嘅。如果你依家喺现实度开嘅话，基本上系会蚀嘅。其实应该整啲低个市价卡咧嚟到加快呢一个嘅。呢、这、一個叫咩啊？呢、这、一個叫做賣卡嘅速度，即係譬如呢啲咧零點二五咧，我係放直頭零點一俾人要，咁樣人哋就會覺得哇賣咁平啊！啊，我哋加快呢一個嘅做任務嘅速度啊！太臭了喎、啊！哇，人身攻擊你，又唔係我間鋪頭臭，冇辦法噶喎、啊。如果遇到呢啲情況會點樣啊？即係 TCG 嗰啲。卡鋪咧、卡店咧，咪通常有個地方係俾你打卡嘅，可能咧呢度賣嘢，咁啊轉個角落、轉個位，咁跟住咧有個位俾人打嘅。咁如果發現啲體味嘅玩家咁點搞啊？真係即刻噴佢係咪可以清新噴霧？定係即刻要趕佢走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麻煩你喺附近唔知咩公園沖完個涼之後再翻嚟，先再招待你係啦，因為有其他人投訴定點樣，會唔會咁樣？不過如果一個人啦，係啦，可能身上咧啲異味如果太強烈嘅話咧，的確係真係幾辛苦嘅。哇！我臭，可唔可以趕佢走？已經想趕佢走啦，嗰個人。唉，可以 ，OK， 我落單 ，OK， 到貨到貨，明白嗎？呢包，开，开，哟，呢一个系嗰只嘅剑鬼，诶冇啦，好，抌咗跟住，哇，棘咗喺度门度，呢包成本系2.2，跟住呢一个市价系3.83，我哋买3.8，刚刚好，可以，我自己开开先。作为老细，梗系要验下货先噶啦，系嘛？验货验货，验一波货先。哇，劲都唔系好赚，不过有廿几蚊都 OK。呢
呢啲嘢系稀有嚟，好唔稀有？又俾卡超喎，见到啲新卡喎，终于个个都系打牌唔开卡嘅依家，系咪因为太平啊？整得11蚊，哎，850蚊起飞，各位观众即刻起飞开咗800蚊，哎呀，800蚊。喂，搵人买卡啊，大佬，啲卡咁平都唔买，哇！竟然买最低阶嘅卡啊！喂，点搞啊？冇人买卡嘅，卡价嘅走势3.19，我咪要调整呢一个嘅市价，要市价系3.19，其实我卖平咗好多，买贵少少先，3.15，系咯，收走嚟，跟住换张贵嘅出嚟。我都唔明點解呢張嘢可以咁貴？呢張嘢究竟如點樣值咁貴咧？呢張850蚊啊！我哋買950啊，貴100差唔多啦，咁貴張卡。睇下先，我想睇一個活動，標準6蚊，附近收7蚊，我哋係時候要加價啦，唔可以太平啊！太平真係唔得，個個都嚟打等啊，係咁坐低。好。跟住买一啲，跟住又开翻啲啦，梗系系嘛？好，一堆唔劲嘅虫啦，有啲新面孔啊，开始嚟，平均都开到10蚊嘅，3蚊，一改完就开3蚊系咩事？拎多几包啦，开开卡 ，open， 偏渣，20蚊夹埋 ，OK 啦。我接受啦，已经买得好平喎啲卡，尤其是呢张0.1咯，咁平都冇人要，整多几张一定有人要嘅，可能因为太 cheap 啊呢啲卡冇人要。啊，呢啲0.16啊，直头买得太贵啦，0.1啊直头，买卡老友。又唔买卡，开卡包蚀死你啊！梗系直接买卡啦，老友。冇乜人啊？点解？系咪因为呢个阵呢？系咪呢？因为呢堆箱嘅原因啊？哇！佢哋系咪可以叠罗汉啊？佢哋好似可以叠噶。哇！我哋开启咗呢个游戏嘅新玩法喎。佢哋系咪可以咁样叠上去？哇！呢、這个做得几好啊！呢、這个物理啊，佢又真系可以咁样叠上去噶，可以开启第二日咯。等先，哎，佢可唔可以放低啊？可以喎、啊，系咪可以咁样放啫？哎，哇，做得旋转添，可以，我哋揾到一个新嘅有趣玩法，可以咁样慢慢叠上去噶，哎，几过瘾啊！但系叠唔到平衡、啊，哎，佢就谂啦，就谂啦。就谂，买翻入少少啊 ！OK， 开启第二日啦，佢都系有差评噶，系咪因为嗰啲咩恶臭嘅原因啊？哇，好有性格呢个铺头，呢间铺咧铺头好有性格，啲箱咧唔抌落垃圾桶啊，摆喺度俾人回收，好有环保意识。哎呀 ，OK， 唔紧要啊，我啲箱咧摆晒喺出面。迟啲都有用啊！思想，哎，无法决定我是否真的想要买呢、這、一个，买啦，咁平，哇，终于买咗张卡，买咗两张啊，好似47.5 ，OK， 争两张，哎，啱啱好啊，老细，哇，贵嘢嚟喎，老细咁舍得买，系、哎、输好多啦，肯定 ，OK， 成功解咗呢一个任务啦。咁新一个任务咧就要成功完成结账100次，有啲难度啊！好，呢啲系咩？要交租啦呢啲，哇！要交租啦，终于，仲有时间我哋拖一拖先啊！请人嗰啲点样请法啊？而家50蚊一啊，需要10呢店铺喎、啊，小金属架呢啲唔知制咩，垃圾桶自动香味，哇！好高级喎、啊、啲嘢全部都啊！咁过瘾啫，开下卡先啦，咁开心吓，呢度全部我开晒，冇啫，
正嘢，都冇正嘢，都冇正嘢，都冇正，哇！大亏噶冇，蚀到不得了。呢就系经典开卡包嘅人啦，开啲垃圾出嚟。喂，买多个假啦，系买多个假。买多个架嚟卖卡，或者卖其他货啦。因为我哋可以买呢个卡盒啦，因为啲人可能有啲会中意买卡盒嘅，我就买一个卡盒，睇下冇人要啦。好，咁啊呢一个市价系23蚊，咁啊平均成本就系13.69，我哋可以卖23.5。OK， 哇，啱啱上架就扫晒。大客户，哇，赚到咧！睇嚟好想开靓卡喎，老友3395啊。OK， 咁啊赚咗100几蚊啦，我哋可以买多啲，俾下一个人买。哎，抌出嚟，好嘅，开卡先系赚到钱。哎呀，大师杯，哎呀，大师杯，抽两卡，然后随机丢弃一卡。呢啲描述應該係本身呢個 game 嘅描述嚟嘅，咁但係唔緊要啊，我抽到張全套嘅大師杯比卡超啊，可以啊 ，OK 唔錯，偏渣，麻麻地，麻麻嘢啊老細，喂佢哋全部都咁樣行過嚟嘅，有冇搞錯啊？唔多掂喎，擺啲位逼少少先，唔好俾佢哋行過嚟。O.K. 摆呢度，你哋唔会行过嚟啦，因为我张台摆过嗰边咧，系张台太咩啦？呢度摆唔摆得落啊？系刚好摆得落，十分之 perfect 呢个位。哦，有清洁剂埋，原来我呢度原来有呢一栏嘅。哇，乜鬼嘢嚟嘅呢堆咁样衰嘅？佢呢啲系直接买定系开？哦，解锁啫，呢啲只系冇好嘢。冇好嘢，冇好嘢，6蚊见到，两位数都当赢啦。其实，哎呀，皮皮 ，OK， 67蚊，OK。咁今集就玩咗咁多先啊，下集繼續翻嚟咧開鋪頭啊，睇下幾時可以開到一間大嘅 Pokemon 嘅TCG 鋪頭。OK， 再見各位，拜拜。